Hello，我现在已经到酒店了，然后我现在准备卸妆、敷个面膜。看看我，它这个洗面奶，它这个洗面奶一点都不辣眼睛，就是直接可以睁开眼的。我们俩现在一人贴一个面膜，他贴的椰子的，我贴的韩束的。我刚才出去买了点饭，然后回来看见娟子睡着了，她这2天太累了。娟子，娟子，我出去买了点饭，你那个先吃了再睡吧。吓我一跳！我等到天明了，我都睡晕了，我不知道为啥贴的面膜睡着了。你这2天太累了，昨天睡了一晚，今天又奔波了一天。快点，一会儿饭都凉了，先吃了饭再睡吧。然后贴的面膜都睡着了。去洗洗脸。我头一次敷面膜睡着，我敷了。我睡了得有多长时间呢？这个面膜竟然睡醒了没有干，天呐！你睡了得有半个多小时了，然后我下去买饭，然后再回来。昨天晚上加了个豆，熬夜熬的太狠了，希望元素点精神了。是。皮肤一定要多补水，我的皮肤就是太干了。我以前拍水我都拍1次，然后后来我听就是一个卖护肤品的说，一定要拍3次水，然后这个皮肤才能真正的补水。那一句话咋说的？早三晚四。对，朝三暮四。早上拍3遍，晚上拍4遍。我这年龄也挺大了，满了25了，快。25还大呀？精华用起来，真的是女人。我以前没感觉，我自从生了孩子，我就感觉我一下子老了得有5岁。以前我都从来不注重护肤这一块儿，但是自从生完孩子以后，就是脸上的斑一下子全部冒出来了，而且最少得老了5岁，还是一定得认真护肤。其实他那个牌子嘞，我2019年的时候都买过，我搁实体店买的。那个时候我自己都没有开始卖过化妆品嘞。你也用过是不？你啥时候买的？我是今年年初的时候。你早点认识我，早点认识我，我也没有。这叫啥？来的早不如来的巧。现在感觉以前买的好亏呀。赶紧吃饭吧，忙了一天了。走。哇，你买那么多菜干啥啦？4个菜，好多。一会儿我给你报销啊。那不用不用，看你这么辛苦。肯定得给你报销，这属于工作餐。哎呀，玲玲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突然间感觉好暖心呢。我睡着了，还有人给我去点饭，还有人给我去买饭。上一次我自己来，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一说我就想哭了。哎呀，我是个感性的人。别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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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就是看你一个
女孩一个人在外边，在外地打拼，挺难的，然后特别心疼你。为了以后的生活，只能说先苦后甜。嗯。明天赶紧吃。好。